地藏本愿经讲记，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。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，此事三题。第一经题，第二人题，第三品题，先讲经题。今日在九华山讲《地藏经》，缘起3年前，1979年，我来九华朝山，初与仁德法师、诸山长老见面。又与马书记相识。第二年，1980，再来九华，仁德法师即忆你欲不会来山讲经。我说，祖国大德法师很多。何用后学来献丑？是不敢当。1981年，复来朝山，此事重提，又加马书记暂请。当时不过说说而已。不齐，仅82年，变成事实。佛说，万法从缘生，缘会即成，不我欺也。所以，此次讲经。实感谢仁德法师及诸山长老为发起人，更感谢马书记乐助其成，尤其是马书记为国、为民、为教。为九华山贡献甚大。今日九华在全国名山中，不亚普陀山，每年都有超过千千万万人来朝圣基，见闻随喜。接种善根。今日祖国佛教落实，寺庙重兴，培育僧才，佛法流通。南京科经处曾印普门品《金刚》。法华、地藏等经印得非常好，是现装的。佛法既已流通，人人得以受持读诵。然而，佛经道理很深。一般人不能了解时，需人解释。因此，就有讲经法会。但是，祖国法师甚多，
用不着我来讲。该请仁德法师及诸山长老。可是他们很客气，我此次亦不过来祖国参学，向各位大德学习，其中有欠妥之处，还请各位大德指正。在我们这个地球上，过去已有七佛出世。第一是毗婆尸佛，第二是湿气佛，第三是毗舍浮佛，第四是拘留孙佛，第五是拘那含摩尼佛，第六是迦摄佛，第七是释迦牟尼佛，将来还有弥勒佛等995佛出世，每位佛出世都说法。教化一切人，因为人人皆有佛性，从性起修，公圆果满，皆可成佛。但是，一般人迷而不悟，佛就对机说法。令其自觉，因为人的根基不同，佛说的法就多了。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降生印度迦毗罗国，19岁出家。5年参学，6年苦行，30岁便成正觉，说法49年，讲经300余会，所说的经中有一部《地藏经》。何故佛要说《地藏经》呢？因为佛临灭度时，还有许多众生未曾悟道，在苦海中浮沉。佛特意将此等众生，交给地藏菩萨去度，故说此经亦是托孤付主经。此经在天上，佛为报母恩而说，又可以说是佛门孝经。地藏菩萨在因地中多次为救母难发大誓愿，度尽众生，方正菩提，以此功德愿力。令多生父母离苦得乐，转凡入圣，说是佛门孝经，一点不差。地藏菩萨以大神力
时时处处度化众生，离三途苦，得人天乐，在人天道上，方能修行悟道。又可以说，此经是人天因果经。此经佛说已有三明，我不能尽说其意。希望个人自己去研习领悟。平常诸方讲经，多用天台宗五重玄义解释经题，我今亦不能例外。五重玄义，玄者惟妙难思，义者深有所以。五重者，一是名，二显体，三明宗，四论用，五判教相。名是假名，法本无名，诸佛为法安民。假名之下，必有实体。行者寻名得体，宗是宗旨，体非宗不会，得旨会体。用是功用，无量功用，不离本宗，因用明宗，功用现前，力有深浅，则判归大小全实教相矣，是名五重。此地藏经以人法为名，以诸法成就为体，真如也。以愿力度生为宗，依理发愿也。以断惑正真为用，依法修行也。以引泉入食为教相，满众生愿也。略标此经五重之意。古德式经题有七种立名：不离人、法、喻、单三、复三、具足一。以人立体者，如《阿弥陀经》。阿弥陀是梵语，此云无量光，即见性悟道之时，其光明无量。阿弥陀又名无量寿，无人得法之时，了诸法本来，不生不灭，常住世间，
法寿无疆，人即是法，所以以人立经体，以欲立体者，如饭网经，时佛观诸大梵天王网罗床，因为说无量世界，犹如网孔，一一世界，个个不同，别亦无量。佛教门亦复如是，每一世界，教法不同。所以，菩萨到无量世界，亲近无量诸佛，尽行诸佛无量道法，勇猛精进，名称普文，方能成佛。是以欲也是法。因此，有的经以欲立体，以法立体者，佛将所得之法为人演说，如般若、涅盘、方等等经，皆是以法立体。大方广佛华严经，是人、法、欲具足的经体，不一一解释。此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以人、法为题。地藏菩萨是人，本愿是法。菩萨二字，具足应云菩提萨埵。菩提是佛道，萨埵是众生，菩萨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所谓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菩萨欲度众生，必须先求菩提，以菩提之法，方能下化众生。欲求佛道，必须先度众生。众生度尽，菩提始现。所以，上求菩提，即下化众生。下化众生，即上求菩提，两名一义耳。地藏是名，菩萨以得利名。地者，心地也。人心如大地，大地能生万物，人人皆知。心地能生万法，则众不知。必假佛法，发明心地，
心地含藏无量清净功德，以此功德自度，自成佛道。以此功德度他，令他成佛道。何以故？此无漏功德，无自性故，所以能自度，度人，皆成佛道。佛法是平等的。孔子曰：“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明之为人。”也是这个道理。地藏菩萨明白这个道理。就依理发愿，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，发心度人成佛之愿，所以名为大愿。又是本喜所发之愿。故名本愿，其本愿在本经中有四处说明。一切菩萨皆有本愿，例如文殊发愿，令一切众生。得大智慧，发菩提心。此是文殊本喜之愿，普贤发愿，令一切菩萨修万行，趋万德。此是普贤菩萨。本喜之愿，观音菩萨寻声救苦，现身说法，此是观音菩萨本愿。不但菩萨有本喜之愿，即释迦如来。在《法华经》中，亦显露其本喜之愿。方便品云：舍利弗，当知，我本立誓愿，欲令一切众，如我等无异。如我喜所愿，今者已满足，化一切众生，皆令入佛道。又云：诸佛本誓愿，我所行佛道。普欲令众生一同得此道，如是本愿二字，的确是诸佛菩萨在本喜发心时所发之愿也。地藏菩萨。昔日所发之愿，从愿起行，由行得力，得神力时，就能度一切众生，已成佛，当成佛，
未成佛，则地藏之愿真实不虚，故名地藏菩萨本愿经。地藏菩萨得大神力时，就能将一身分为无量身，一一身度百千万亿人。所谓化现金融处处分，佛灭度一千五百年，菩萨降机新罗国王家，姓金，号乔觉，在我国唐朝高宗永徽4年，金乔觉念4岁，住法，携白犬善听，航海而来，至江南青阳县九华山，端坐九子山头75载，至唐开元16年7月30日夜成道，即99岁。时有阁老敏公，每斋百僧，必须一位，请动僧足数。动僧起意袈裟帝，恭许之。其一遍赴九华，遂尽喜舍。其子求出家，即道明和尚，恭候以离尘脱白，反而礼其子为师。故菩萨像，左道明，右敏公。菩萨端坐九华75载，深入禅定。禅定是神力之根本。大士独居修禅时，九华山智曾有大士送童子下山诗一首：空门寂寞汝思家，离别云房下九华。爱向竹篮骑竹马，懒于金地聚金沙。平添见底休年月，波洗池中摆弄花。好去不须贫下泪，老僧相伴有烟霞。九华习叫九子山，因李白赠青阳韦仲堪诗而得名。诗曰：习在九江上，遥望九华峰。天河挂绿水，秀出九芙蓉。经是通题，
通一切经故，今之一字，在中国解释，有训长，三世不异故。训法，十方同尊故。训贯，贯穿一切法故。训摄，摄化所度机故。又依我国圣贤之典曰经。因此，佛经也名经。多加一气字，为如来所说之法，上气诸佛之理，下气众生之机。如来说法，应机摄教。不深不浅，故能气理，又能气机。《法华经》方便品云：舍利弗，如来能种种分别，巧说诸法，言辞柔软。悦可众心。据此文，则如来能将不可思议之妙法，以方便智而演说之，故能气理，又气机。印度经之一字，梵语修多罗，含五义不翻。一涌泉，意味无尽。故凡诵经者，至心诵一次，可能领会一义。无量次，则解无量意义。二，出生，能生妙善故。凡诵经者，不久依仗经力，化刚为柔，便于成智。罪灭福生，成就种种善法。三，绳墨，楷定邪正故。修行邪正，以经语为准则。《金刚经》云。有四相，即非菩萨；无四相，乃名菩萨。四，显示，能示正理故。诵经相应，哼的一声，便得法悟道。如六祖闻《金刚经》，大彻大悟。五，结蛮，贯穿诸法，庄严法身故。次是人题，唐于田国。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，是人题。
今是西国文，虚人翻译。最初翻译是汉朝竹篮、摩腾二位高僧，翻42章经。其次，鸠摩罗什翻《金刚》《法华》《维摩》等经。继唐朝，时差难陀翻80华严及此部《地藏经》。时差难陀是我国唐朝时于田国人，于田是北印度国，此云地汝，因国王无子，到毗沙门相剖额得婴儿，因不引忍辱，神像前地隆起如乳状，神童饮吮，长大为王，故以此立国名。三藏是经、律、论。经全定学，律全戒学，论全慧学。戒定慧三无漏学，是出苦海之金粮，超凡入圣之良药。所以佛弟子先持戒，令身口清净，此修定而动惑，后修慧而拔惑，断惑正真，则入圣域矣。所以出家人必通三藏，以三藏之法为自师，亦为人师，名三藏法师。而好沙门者，乃时差自谦。沙门是梵语，此云勤习，勤修戒定慧，习灭贪嗔痴。又云习心。42章经云：慈亲出家，是心达本，解无为法，名曰沙门。时差难陀是译者之名，此云学习。论语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此尊者勤学三藏，法喜现前，故名学喜。